나도 멍석 닮은 발음 Born skinny bitch 암만 살쪄도 난 마름 계산은 느려도 눈치는 빠름 인기를 논하자면 안에 입만 아픔 Puff boys 냠마 boys 싹둑싹둑 자름 우리 이름 틀린다면 뚜루뚜루 맞음 Drip drip I sit up bust down top 주름 바름 검은색 분홍 빛이 up in it make it lit like Pretty Savage， 从最开始前面啊，这一手在最前面，然后左腿直，右腿弯，膝盖往里面扣，然后在这儿两手在身侧，这样，最开始前面四拍没有动作啊，头往左侧偏过去，然后从第五拍开始弹钢琴，它那个音乐也是弹钢琴的那种音效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慢慢弹，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弹过去，手从侧边移到前面是这样的啊，一二三四。 五六七八，头也慢慢冲向前面，然后继续把腿分开，然后手也是在身侧打开，跳，到这儿，两条腿分开，然后身体往前倾，头你稍微仰一点，手在身侧，还是继续弹钢琴啊，就还是那样子的音效，噔噔噔噔噔，这样子还是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慢慢往里合，身体慢慢往进起，噔噔噔噔，这样子，然后继续收脚。 然后两个手同时啊，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，跳，这样，左手先是在肩膀这个地方，然后右手你可以在腰间这个地方啊就可以了，手，向左手往下，右手往上，这样划一个弧度，啪，停在这儿，然后它这个音效啊，这块你主要去听那个音乐会更好做一点啊，比数拍子要更容易一些，就是它那个音效很明显，噔噔噔噔噔噔。 噔噔，这样子很明显，很明显，这个音效啊，就根据这个音效做这个动作就行了。第一下噔噔的时候，噔噔，这样子第一下卡住，然后噔噔的时候呢，你看左手啊在上面，所以左手你就往下走。
右手在下，你就往上走，蹬蹬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握住啊，一个手还是在下坡底下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扶住下面，是这样的感觉啊，还是听音效，蹬蹬。第三下的时候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侧边这块他们是有那个两边方向不一样啊，有这边的，然后还有这边的，所以说左右方向你自己选一下就可以了啊，选一下方向。然后继续第四下蹬蹬的时候呢，手往上举，这块做珍妮的动作，因为后面的那个抖肩的那块只有珍妮动了，其他人都摆个 pose。 然后手往上甩，往上点一下，往上点上去以后落下来，这样子下去，胯往左边稍微移一点，重心往左边靠，手你们自然放在自己的腰上就可以了。然后肩膀大，这样子有一个饶舌的那个卷舌音的那种效果啊，就是珍妮唱的这种感觉，把你的肩膀往后这样子甩一下，或者你习惯往前甩也可以啊，反正就是甩一下抖一下肩膀就行了，对啊，然后继续再接后面动作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前面这块就是这样弹钢琴这种感觉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继续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这样，那左手是在下面，右手在上面啊，三二三四，然后到这儿，然后也是啊，右手往上走，左手往下走，哒哒，左手在下坡，右手摁住下面这个胯这个地方就可以啊，到这儿，然后继续两个手还是翻一下往上走，然后继续往上打落抖肩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这样这么多内容不难啊，我们来尝试跟一下音乐。